马奎纳意思，你已经在酝酿岛废了，是你亲口告诉我的，不是吗？你可以去跟丽达结婚，只要你们觉得幸福。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离开城市集团，离开我。我不想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后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你想清楚了再来告诉我。真相。像什么？现在的你，就像当年的陈大。 谢谢你，季先生。找我来什么事？是时候见见你的岳父大人了，他在首都呢。你能告诉我你在搞什么名堂吗？你该不会是要对老飞动手了吧？记住了。 没有人是被别人打败的，从来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老费也不会例外。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就算是你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吧。这什么呀？菜单啊，上面都是费先生最爱吃的菜。 地产、物业、矿产，皮皮，这是你们城市所有的家底了。程远真的要把它都卖掉？对，舅舅就是这么说的。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们城市为什么那么急于的需要那么多现金？因为银行催我们催的实在是太紧。好，你回去转告阿远，你们城市要卖，我们费氏全部吃尽，至少这样肥水没有流了外人田呢。另外，我也要好好谢谢你，皮皮，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好，那我就先走了。等一等，皮皮啊，你和我们家丽达到底怎么回事？她怎么又突然说要和你结婚？这件事 ，Lida 在胡说，您千万别相信她的。嗯，那我相信你。 皮皮真是长进了，回去啊，好好劝劝他，让丽达别胡闹。您错了。第一，我不会趁人之危娶丽达。第二，我也不会听您的话去劝丽达，因为你把丽达当成做生意的筹码。 我瞧不起你。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女儿幸福不幸福，和你没什么关系。哼，你现在看不上我，我可也一直没看上你啊。那好，费先生，再见。 小混蛋，教训起我来了。
你等着吧。怎么样？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信度怎么样？陈远现在确实在调动资金，而且我还听说他们跟亚洲银行吵得不可开交。陈氏要上市，债务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现金？原先有些现金储备，再加上前段时间减持的股份，加起来一共是17亿。您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全部吃尽？我对城市向来是四字方针，志在必得。我不同意出售生化研究中心和属下的工厂。以前日本人提出收购，价位比现在还高，可是都被您拒绝了。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现在需要堵住银行的嘴。程先生，我记得你跟我讲过，生化研究中心是非卖品。小唐，不要这么冲动嘛。银行催款催得这么急，我们还要上市，买东西还债也是天经地义的嘛。进行必要的资源配置调整是公司上市前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变卖家底的地步。把优质产业全部卖光了，难道就是资源调整吗？我赞成童总的意见，我也不同意在这个时候出售城市的优质资产。我觉得我们应该暂缓上市。我已经决定了，散会。真不知道你现在在搞什么，说你独断专行都轻了，就是法西斯专制。那藤志是你的亲信也就算了，可是 Lida 呢？你不能给 Lida 留点面子吗？凡是 Lida 坚持的，我一定会反对。那 Lida 同意的呢？你们结婚吧。啊？我是说认真的。这是香港的报纸，专门登豪门轶事的，你自己看吧。什么？老费要把丽的嫁给不丹王储？所以啊，与其便宜他，还不如便宜你。开个玩笑的。我知道，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丽达的人。丽达嫁给你，一定会很幸福的。所以，我不得不对你的爱情独断专行，法西斯专政。可是你明明知道 Lida 说的是义气话，他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想反抗老费，目的是想留在金蝉岛上阻止你和老费之间的战争，说到底还是为了你。Lida 真的是个好女孩，可惜我跟她没有缘分。既然她向你提出来，就证明他认认真真的考虑过了。去吧，这可是个机会，也许这是唯一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看着我干嘛？去啊，去找丽达谈一谈，定个好日子就把事情办了。老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去找他。去呀，再去晚了就变成不丹王妃了。舅舅，这是你打从美国回来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
你们程先生开什么重要的会议啊？还得让我等他？不好意思，费先生。费先生，对不去，这里不允许抽烟。不是，你们程先生不抽烟？这里除了他，别人都不可以抽。你赶紧帮我催催他啊！是。 知道了，再给他端一杯咖啡。有人在等你。我知道，让他等着吧。我想跟你好好谈谈。谈什么？你跟丽达的婚事？ 对不起，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选择了丽达，这是选择了远离城市集团。远离城市集团的一切是是非非。我不想将来你跟丽达两个人夹在中间，难做人。舅舅，看来你现在已经不把我当做是程家的人了。 你本来就不是程家的人，你姓皮啊？开个玩笑。好了，如果有一天程费两家真的开战，你能保持中立，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成为费氏女掌门人的丈夫，我们还有可能成为敌人。 我已经有这种心态了，我希望你也有。好，到时间该去见你未来的岳父大人了，要不要一起啊？你自己去吧。 哎呦，坏了，忘带钱了。 咖啡钱你付吧。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再给我拿两杯咖啡来，一杯，你喝，你看看。阿远。 真的要卖掉城市的核心资产吗？我提醒你，你这是变卖资产。为了获得银行对我们上市的支持，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了。费叔叔，你也知道上市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东西你看过了吧？你选哪个？给我个大报价吧，我全要。 全要了，那可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说说看价钱。刚刚开会统计过，如果拍卖的话，最低交易额应该在12亿左右。你给费叔叔的价钱呢？13亿。阿远。 是你的做派，这就是你给你费叔叔的优惠啊！价钱不降反而涨上去了。
飞叔叔，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你有能力把这些个项目都整合起来，你将来的收益肯定远不止于此，我这还算是贱卖给你了。现实一点，现在有哪个企业能一口把这么多东西吞下去？再说银行也没耐心等下去了吧。是，您说的没错。不过虽然您的盛天国际在香港股市算是蓝筹，一下子让你拿出这么多钱来，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看起来你对我们费氏的实力还是不太信任。我请的国际估算师已经在外边等着了，他会清算你的资产和负债总值。我有一个条件，城市所有的员工我一个不要。哦，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我的前提条件，我希望你保证在五年之内，城市的所有老员工的失业率在10%以内。你这太可笑了，生意场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条件。这条我坚持，不行就算了。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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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费叔叔多付这一亿啊，就算买你的正义感了。行，成交。皮先生，受程先生委托，我这次来和你签署几份法律文件。什么法律文件？舅舅从来没告诉过我。您先过目一下。如果同意，附加条件是交出所有与城市企业有关的密件和文件，包括您办公室的钥匙以及保险柜的钥匙。不知道我父亲会怎么想。阿元，别太介意。风水轮流转，俗话说得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后你生意做好喽，你再把它从我手上买回去啊。您放心，费叔叔不像你啊，抬价，我绝不出高价。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丽达跟皮皮的婚事。Stop。没得商量。不要说了。报纸都已经登了。日子也定了。谁让他们登报的？谁？我不生这个气。阿远，算费叔叔最后求你这件事情。你劝劝你这个外甥皮皮，我可以在这个合同上再加3000万，好吗？费叔叔，这个真的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知道你想把丽达嫁到不丹国，你在那个地方投资了两个矿产。可是要知道，将来费氏的大部分投资应该是在金蝉岛上，那个地方投不投？你应该还不知道吧？那又怎么样了呢？在金山岛上，皮皮的名下也有一个富铁矿，开发没有多久，矿源丰富。而且，我准备把我手中城市园公司51%的股份送给皮皮和丽达，作为订婚礼物。那么费氏等于完全拥有我的城市园公司。再加上皮皮手中城市的股份，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阿远，费叔叔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没法理解，你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
为什么还把这些好东西都拱手送给皮皮？那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明白吗？啊？因为他是我外甥，他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知道他对丽达的感情，我希望他们幸福。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要。我现在要是拿了这些东西去订婚，就是在城市最危机的时候去分家产，把我当什么人 ？OK， 我承认，我让你们订婚的时机不对，但这是成全你跟丽达唯一的办法。以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怕伤害到你。可是如果你要是不娶她的话，老费就会利用丽达达到他追求利益的目的。我不想这样，因为我知道你是唯一深爱丽达的。我是非常爱丽达，可是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拿着你的财产去向老费求荣。我不想我跟丽达的婚姻上面附加了这么多的条件，我只是想很单纯的爱她，去保护她。如果你觉得我们订婚的时机不对，我们可以推迟订婚，或者可以再想其他。不行，没时间了，我没时间了。皮皮，如果你是真心爱他又想保护他的话，就听我的安排，风风光光的把他娶到手，认认真真的对待他，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答应我。不对，不对劲。程远在搞什么名堂？你看啊，他先是让你和皮皮高调的订婚，接着又急忙的秘密把吴越送走，他想干什么？像是在安排后事啊。不对，丽达，实话告诉爸爸，他从你这儿知道什么了？爸，您觉得他知道什么？您怕他知道什么？我怕他知道什么？是我买了他的好东西，我怕他知道什么？好东西？嗯。什么好东西？李达，你知道城市企业所有的核心资产吗？我刚刚和程远签署了一个协议，我全盘吃尽。说什么？我再说一遍，此时此刻，金蝉岛心碎。爸，你全都买了？啊？多少钱？便宜，13个亿。这不是乘人之危吗？我怎么，这怎么叫乘人之危？你用词不当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不买，马上有人出手，你信不信？这样外人会看我们笑话，别人会说我们趁火打劫，在城市最危急的时候吞并他们。您别忘了，我们跟城市是有盟约的。盟约？盟约？真是童话里的小公主。什么是盟约啊？盟约是文物，是祖宗留下来的灰尘，是碎屑，一文不值。丽达，
100年过去了，费氏终于有了自己的天下。只可惜啊，不是打包上市的产业，不然您就是陈氏最大的股东。可见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城市很快就要上市了，等我有了时间，我再好好的玩转他们的股票。啊，程远现在在干什么呢？哦，他还在首都，好像是跟别人在签约一个开发矿业的意向。拆东墙补西墙，做给别人看的。南亚哪儿还有什么矿产？听说是陈氏的祖业。澳洲矿业的代表目前抵达首都，据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同本地财团陈氏企业商讨彭亨州集满金矿的开发事宜。集满金矿是陈氏的祖业，城市一直未对集满金矿进行开发。据专家透露，集满金矿开采价值极高。集满金矿，马上给我联系亚洲银行，告诉他们我急需要一笔信用贷款，要快。需要多少数目？6亿。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集满金矿。费叔叔，这么巧。费叔叔，听到皮皮娶了我女儿丽的，我们该成亲家了。不管怎么说，您都是我的长辈。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澳洲来的代表，这位是盛天国际的费总。幸会。你好，你好，你好。集满金矿在程家手里已经有40多年了。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没有开发，几千英亩的矿地一直用来种植油棕。听程先生说，他们祖上就是靠挖金矿发家致富的，想拿下那家矿本来也是想留给程家子孙的，可惜啊，现在也是万不得已啊。我得补充你一点，当年和程家的老祖宗一起发现金矿的还有我们费氏的祖先。既然现在要参与竞标拍卖，我们当然有这个兴趣和这个权利。可惜啊，您稍微晚了点，我跟程先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生意嘛，什么是生意？生意就是价钱，谁出的价高谁得。这样，我们用实力说话。爸。嗯。哎呀，皮先生啊，你很快就要成我们家的女婿了，怎么还要我这个准岳父给你发请帖你才来啊？对不起，没您发话，我确实不好意思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有登报有发喜帖的，跟我耍这套先斩后奏的把戏，是我不好意思。我真不好意思，我女儿为什么会爱上你？爸，丽达，你妈这么说，你上去，我跟这小子两个男人谈谈话。坐。皮皮，我很抱歉，长期以来
我一直不接受你。现在我女儿丽达要跟你好，我开始可以考虑如何接纳你。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你必须帮我搞到成员和澳洲矿产谈判的备忘录副本。我需要那里面的一个数字，就是澳矿对吉玛金矿的标的。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坐下。我已经退出在城市集团的任职，而且我也决定了，等城市集团上市之后，我会把我手里的股份全部交还给我舅舅。所以，有关城市集团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我也不会管。你很义气啊！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和你七叔公一块儿啊修理你舅舅的？站住！我想娶我女儿丽达了。你怎么就想不过来？我这么做，我是为了谁呀？我不是为了你和丽达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将来费氏和盛天国际都是她的。我现在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能够合理合法的来享受我的财产，你知道吗？如果您以为我取利的是为了您的财产，大可不必。我不会要您的一分钱。废话，你把我女儿都拐跑了，还说不要我一分钱？跟我这儿逞强，你装什么呀？你舅舅怎么教你的？啊！我舅舅没教我当商业间谍，他只是要求我在程家和费家两家之间保持中立。好，好，我也中立。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和丽达的婚礼我不会参加，而且在你们的婚礼之前，你必须给我签署一份完全放弃费家财产的证明，你什么都得不到，得不到。随便你吧。你等一下。程先生，您找我。这是两份标的文件，一份放进我的保险箱，另外一份照我说的做。是。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我明白。爸，据我所知，您拿所有资金去吃进城市企业，而吉满金矿需要5亿以上的投资，您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去跟程远竞争这个金矿的开采权？这你不用管，怕我有的是办法。我倒是有一个2000起美的办法，如果您同意，我可以说服皮皮帮您。丽达。你说说看。城市的资产虽然不错，又是我们费氏熟悉的产业，但它毕竟是昨日黄花。现在程远的目标很明确，他放弃旧的产业就是为了金满金矿。所以爸，我支持您去竞争这个金矿。在这个时候您放弃收购城市而选择金满金矿，我觉得是对费氏最有利的投资方向，而且您还可以控制住程远的资金，到那个时候您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金矿的标的，它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
可是我女儿聪明，想的都跟她爸爸一样。真的吗？那您同意只要金矿不要城市资产？嗯，是。我也有这个想法。可是丽达，别忘了，我和程远之间有合约，他不会同意我提前退约的。那我现在的做法是一边拖着程远，同时我还是要得到集满金矿的标的，这样我才能放心。好，我们帮你拿到集满金矿，但是你要答应我停止与程远的战火，我们也退出城市好吗？行，我同意。Hey, Dan, what do you think? Hi, bro. Your plan is risky, but creative. I like it. Without you, this plan won't work. No worries. Everything is well prepared, waiting for the final push. Thanks, bro. Wei. 是，我是想问一下五月小姐的术后恢复情况。是，我明白。是，我知道。